来请进剧场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喽，要为我们带来是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，叫做《神鬼奇航》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《神鬼奇航》乐曲。现场除了我们就是现在今天表演的合唱班、管乐班、旗队班的家长之外，出现了好多以前的熟面孔们，就是由我们曾经担任过管乐团、合唱团或者是旗队的同学的校友们回到现场来给学妹们支持鼓励哦。好，我看好像有高二那一届的对吗？高二的学姐在哪里？高二的学姐都不见了吗？我刚刚有看到他们呢。那有好像有大三那一届的学姐，邱同学在哪里？也不见了。好，他说他被他妈妈紧急 Q 偷回来，是我们管乐班毕业，然后也是本校满级分上台大物理系的同学。他今天被妈妈 Q 回来，要来支持，给妹妹支持鼓励这样子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《神鬼奇航》。
管乐团的同学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好，我们管乐团除了担任这样室内室外表演之外，是我们学校的升旗乐队典礼乐团，他们真的这一年来付出很多，真的很谢谢他们的表演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社团班的表演就到此到一段落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、家长，还有喜爱音乐，还有就是关心小明的同学们，一起朋友们一起参与我们的演出。那也谢谢我们校长还有主任们今天特别莅临现场给我们加油支持。好。